下列元素物质在常温常压之下，哪些是气体？元素在常温常压之下的状态，可以由中文命名的部首来判断，比如气字旁为气态，水字旁为液态，石字旁为固态。因此，我们只需要将 A、B、C、D、E 的中文命名写出来即可。A 氧气为氧原子 ，B P4 白磷为磷原子 ，C 氮气为氮原子 ，D 硫磺为硫原子 ，E 溴水为溴原子。因此，可以很清楚看到 ，A、C 为气体 ，B、D 为固体，也就是固态。E 选项水字旁，因此 E 为液体，也就是液态。答案为 B、C。